对了，我好喜欢。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舞台交给文文，她为我们带来诗朗诵《黄河颂》。Now, ladies and gentlemen, now please welcome Irene. 有请文文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 Irene。黄河颂，朋友，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，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，伟大而又坚强。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。我站在高山之巅，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，惊涛澎湃，掀起万丈狂澜，浊流婉转，结成九曲连环，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，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。黄河，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，五千年的祖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，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。黄河，你伟大坚强，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，有你那英雄的体魄注射我们民族的屏障。黄河，你一泻万丈，浩浩荡荡，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，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，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，成为山一样的接班人。谢谢大家。 Ladies and